家好，我是陈薇。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薇。欢迎收看飞跃世界 Go。 常薇，我觉得你唱歌很好听耶。我问你有没有参加过那个歌唱比赛啊？我觉得我唱得很好听，没错。那我也是有参加过这种歌唱比赛，可惜就是没有得名。我觉得因为可能那个评审老师有问题。怎么会？你唱歌很好听，那你人又长得漂亮，怎么会没得名？那你告诉我评审是谁。我是没有红的命。我没有得名，因为可能唱的比我好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对，其实当歌手要有实力也要有靠运气，对不对？是的。如果当时来参加比赛的那些人唱得不怎么样，那我可能现在是歌手了，对不对？可能就不是你的同事了。也好了，不当歌手当主持人也不错啊，对不对？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主持人不错。我在那节目里面都偷偷的唱歌给听众听。都可以啊。对，那我们今天的上课内容是跟歌手有 关。好，请看黑板的内容。几空蓝ca sĩ uổng quá. Chị không làm ca sĩ uổng quá. 你不当歌手好可惜哦。Tại sao uổng? Chị hát có hay đâu? Tại sao uổng? Chị hát có hay đâu? 为什么可惜? 我唱歌又不好听。Chị quá khiêm tốn. Chị quá khiêm tốn. 你太谦虚了。Chị nói thiệt mà. Chị nói thiệt mà. 我说真的啦。真的啦。我知道是真的。好，我们来解释绘画内容。好。Chị không làm ca sĩ uổng quá. Chị 是你。Không làm, không làm 是不当。ca sĩ, 歌手。uổng quá, 好可惜哦。第二句。Tại sao uổng?Tại sao 是为什么， uổng 是可惜。Chị hát có hay đâu? Chị 这个场合是讲我咯。Hát 唱歌， có hay đâu? 又不好听。có hay đâu 就是的意思，不好听。Chị quá khiêm tốn. Chị 你 quá khiêm tốn, 太谦虚了。Khiêm tốn 是谦虚。最后一句。Chị nói thiệt mà, chị 是讲我。Nói, 说真的, nói thiệt mà 是说真的。说真的啦。好，所以我觉得em nói thiệt, em không làm ca sĩ uổng quá. 我不当歌手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好，看重点的单字。第一个重点单字有哪一些呢？第一个，ca sĩ。ca sĩ。歌手。歌手。第二个。uổng, uổng 是可惜或者是浪费，浪费钱啊，或者是什么uổng tiền, 好，再来，tại sao, tại sao, 为什么，为什么，好，再来是hát, hát 是唱歌，是一个动词，再来khiêm tốn, khiêm tốn, 谦虚，谦虚，好，最后一个是nói thiệt。Nói thiệt 是说真话。Thiệt 这个字是真，南部人会常用thiệt。那北部那边的人nói thật，对thật，那个字会不一样。其实大差不多啦，就是真话。好，OK，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第二单元。蔷薇，说真的，我有听过你唱歌。唱歌很好听，那要不要来一小段让观众来欣赏一下？当然可以呀。好，我唱一首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哇，你不当歌手很可惜哦。我也觉得。好，刚刚的绘画是教大家歌手的单字是歌手。歌手。那演员呢？演员的越南话是演员。
演员。嗯嗯，我当过演员，演员。嗯，我知道，我知道你演哪一部戏。演员也有分男演员跟女演员，那男演员是怎么说？男演员。男演员，对，这里男是男、嗯、男生、嗯、演员是演员、嗯、男演员是男演员、嗯、那女演员是女演员，女演员、嗯嗯、一样、嗯、女就是女生，女生嘿好、嗯、那还有男主角跟女主角、嗯、男主角的越南话是男演员金，男演员金、嗯、在后面是加一个金，就是男主角是 正式的男主角。好，是、嗯、再来女主角是女演员金、嗯、女演员金、嗯嗯、那最后一个就是、配角，那配角怎么说呢、嗯、配角是演员辅，演员辅、嗯、好，我们来造句咯。好、嗯，演员chính của bộ phim này là ai? 演员 chính của bộ phim này là ai? 解释。这部电影的主角是谁？这部电影 bộ phim này 啊，演员 chính 是主角，那么演员 chính của bộ phim này 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là ai 是谁？谁是 ai？ 对，还有我们造句哈，演员辅演hay hơn cả diễn viên chính， 演员辅演 hay hơn cả diễn viên chính， 好像顺口溜哈、哦。好，我们解释，演员辅是配角，嘿，演 hay hơn 就是演什么比什么好，嗯，嘎，演员金，演员金是就是主角。啊、哦，这里我再解释一次，演员辅就是那个配角嘛，嗯，演还很嘎，就演的比较、嗯、比谁谁还要好的意思，嗯，还比谁呢？比演员金就是主角，嗯、对、嗯、对，好，就是演还很嘎，就是要连在一起的意思哈，对，就是要比什么好的演的，嗯，是一种比较的那个方法，嗯，嗯好，那我们先学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好了，马上回来。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第三单元。嗯，哦、今天我就要学到歌手、嗯、演员，然后主角、男配角、女配角。好，那我要不要再唱一次给你们听啊？我觉得 em không làm ca sĩ ổn quá， 我不当歌手太可惜了。不是姐、啊、你要吃自己，我自己说我、哦哦、我跟你讲了、哦、好，我们来复习今天的绘画内容。好，姐、嗯、không làm ca sĩ ổn quá， 姐 không làm ca sĩ ổn quá， 你不当歌手好可惜哦。 Tại sao ổn？ 姐 hát có hay đâu？ Tại sao ổn？ 姐 hát có hay đâu？ 为什么可惜？ 我唱歌又不好听。 姐 quá khiêm tốn，chị quá khiêm tốn， 你太谦虚了，像我一样，我很khiêm tốn。好，chị nói thiệt mà， chị nói thiệt mà， 我说真的啦。嗯，好，其实要当歌手、歌手或者是演员、演员、演员，其实都要看你的命。跟你的实力、欸、跟机会、嗯、这个很难讲、嗯、对不对、嗯、好，今天我们、上课的绘画内容非常的、有趣丰富，记得要回家要那个做笔记，备好做笔记哦、嗯、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写信给我们哦、嗯、我是蔷薇，我是陈梅，谢谢收看，谢谢，下次见咯，拜拜。